这个牛肉串啊，哎呀，哈哈，超满足。哈喽朋友们啊，今天带老婆吃个大羊腿，他家的大羊腿在这小开发区挺能饿，今天尝尝味儿咋样啊，出发。大羊腿俩手那啃着吃，我的最爱呀。土老帽之小味串屋就他家。展示菜品，朋友们看看大羊腿哦，一只只需98。其实我在这个那啥搜的啊，特别的实惠。开喽开喽，来老婆，这个他这个是蘸的是干碟啊，这个是服务员给的，拿着刀和叉。哎呀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咱们先尝一尝啊，先尝尝这个，这刀嘎一块肉。哎呀，蘸点这个孜然辣椒面，来老婆来，往这么来来。哎呀，香不香？郑重声明啊，他家羊腿都是现烤的，如果要提前吃的话，我说感觉这两个小时得提前预定两个点啊。拿起来老婆来看，太香了，看，哎呀妈，拿着啃，我的最爱呀。撒点料，服不到位呢，真是的。好，快造。来吧，好不好吃？非常好吃。又点了这小串啊，他家这个小牛串烤的非常的好啊，吃口感特别的好，外面怎么说呢，不是那么太那啥啊，太硬，特别的嫩，哎，太香了，油。这个牛肉串啊，哎呀，哈哈，超满足。它这个味儿，吃的这个羊腿啊，外面焦焦的，里面嫩嫩的，然后它喂的这个料啊，小味儿特别的浓郁，外酥里嫩，料皮儿烤的起穗儿，哎呀，往这么来，老婆来，跟着谦哥混，一天保证你吃三顿，太香味儿，不能一劲儿炫。这个就叫，哎呀，这就叫四斤的大羊腿一个劲儿往嘴里炫。吃点青菜，吃点肉，太香了，来，服务到位点，来，这叫腿儿，给你叫叫味儿，就是手撕啊，大牛啊，对，看，吃出汗了都，他这个羊腿一点味儿没有啊，说明这个师傅的手法还是可以的啊，太嫩了。
我不敢，你别说，我不敢，有点差。